三七十年，最近草太凶，草太高了。 前几天脚上伤心了，不是说老九那个九条通跟那个橡木桶吧？ 一个是代理商，一个是贸易商。你搞清楚了，这话，靠谱，就不要这个，靠谱，你包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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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哎呀，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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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可是王七爷，你要想到一点，酒这种东西，因为不会坏，它有所谓的节气跟景气循环。你只要你放着，卖新旧，总有一天它价格又回来。对啊，王七爷，你说的对啊。以前白瓷价格高，最早之前最高的是黄金工，上关键只有一支差价蛮贵的，蛮贵的蛮实，对吧？你要不要
你爸，快点！来了，爸。应该逍遥有了，他应该快到了。来，快点！来，拍谁啊？人家写了，写了三五五块钱。抓他妹了！走吧。怎么？为什么下来？打掉，我就走。打掉，走你妈！从走你妈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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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没要来吧？没呀。那个就卖，就卖，就卖，就丢。这里就是开啊！包出来，包出来，打掉，包出来，包出来，包，包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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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千金难买早知道了，当初我在买比特币的时候，比特币的价格一颗不到，一颗不到台币一颗不到一美金，谁知道它会涨到，它会涨到什么价格？我那些金钥跟账号还留着的话，拿来直播了就去退休了。刚说的黑金刚是说高粱，黑金刚。没关系啊，不用对不起。我这边正常聊天就好了，没有需要对不起。这边就是喜欢聊天。要提醒你说手机第一次出来的那一只手机，我记得不是用背的，我记得是用手提箱拿。我有看过那个广告。这个逍遥游仁爱路362号，对，
仁爱路362。哎，等一下，杨部长，等一下，国八六。应该转进来就马上看到了。王希尔，上面有林天仲的电话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好好收藏。如果脚底没编号就没有用。王希尔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收藏品也值得收藏？25年前，宝可梦就是我们说的神奇宝贝。第一代的卡牌游戏，有一个全球限量100张的，那个皮卡丘粉卡，你知道现在炒到一张多少钱？25年前初代的宝可梦限量皮卡丘黄金闪卡版本，全球限量100张，现在编号001那张炒到美金100。奇哥，我不是不理你，你现在刚要开始练，睡眠都不足，我希望你多多睡觉，你前三点会更满足。麦德风五安。红皮招他们不懂，对啊，就多钱。我告诉你，红皮招新鲜的红皮招还可以当生意。
这个人家全部人家叫你经过桥不能跟人家来，这我们桥个人跟他来，桥个人跟他来，进不了半人进不了来，我全部全部不能来，我把六下来，下来我，我把下来。加油又来了，加油又来，加油！看这一条金宝莲是错的。反正Homie卡输回限定版，不管怎样就是少就对了。我了解，后来阿伯拢回收少。